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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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要喝什么？宝贝，你想喝什么？我在想，我要喝珠珠奶茶还是果果冰沙？哦，我的宝贝 AM 来了，喝冰沙会肚肚痛哦。哦，你真贴心的。那宝宝想要喝珠珠奶茶，不要冰冰。甜度呢？跟本宝宝一样甜。我的宝宝是全糖的。好的，一杯珠珠奶茶去冰冰，跟你宝宝一样甜，无糖，谢谢。嗨，这是我女朋友猪猪妹。嗨嗨，我们要去吃饭，你要一起吗？哦，她说她刚吃饱了，但是可以一起去吃甜点。可是那边有低消300块哦。她说没关系，她有3个甜点的位。宝宝，我想吃肉肉。啊你们干脆顺便帮对方咬一咬，再送入嘴好了。啾啾妹，礼拜六可以陪我去看痔疮吗？哈，可是店长说那天人手不足哎。拜托啦，他那么疼你。好吧，我帮你去问问看。店长，那个礼拜六我可以请假吗？哈？叫我什么？我是说，猪猪肉球球宝贝，礼拜六我可以请假吗？啾啾。甜心蜜桃小猪猪那么可爱，我怎么拒绝呢？可怜我的猪猪肉球宝贝，真可爱呀！好，谢谢你甜心蜜，不是，谢谢你猪猪妹。今天还有谁会来啊？猪猪妹啊！哦，嗨，姐妹聚会为什么要带异性啊？我的噗噗肉球球宝贝说担心我，所以硬要陪我，那关系吧。我还能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定位的时候说是3位，现在4个人的话，目前没有4人桌了哎。那怎么办呢、啊？没关系，我们2个挤一挤就好了啦、啊。那我们里面请哦。哇，今天客人真的好多哦。不是左边哦，没有要分开哦。好吧，那我走开。好像有点挤耶，你们可以吗？宝贝，你可以吗？还是你坐我腿上？可以啦。哎，我想去厕所。宝贝，我跟你去，我去保护你。你们需要连停一分离手术。哇，甜心蜜桃小猪猪，你看这个好美哦！哇，它的颜色咻蹦咻蹦这样子哎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这里歪歪歪，然后这里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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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这个 bling bling 是你最喜欢的粉红色。对，可是刚刚都买不到粉红色的猪猪奶茶，我哭哭。宝宝不要哭哭，你哭哭，我哭哭。啊，那你哭哭，我就更哭哭了。杀了我吧！班长，你可以帮我跟卡尔拍张照吗？好啊，1、2。好挤哦。对呀、啊，卡好近哦。你压到我那里了啦。什么哪里啦？要变大了。什么啦？讨厌。你不喜欢吗？好、哦，你不要问啦。你上次说你很喜欢呢、欸。哦，有别人在啦，死相。电梯没那么挤，不需要这样，谢谢。哦，哼，单身又怎样？我有很多朋友，每个人都喜欢帮我按赞留言。团长，这张好美哦。哪有你美？哦，宝贝，他会说话了吧？害死你了。接电话。不行哎，我在烫头发，手机会碰到颜料。好吧，我的宝贝要烫怎样？一定很美。去年冬天那种仙女小姐姐的发型啊。你说去北海道那次？北海道是前年，去年是去九州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去九州的时候你没有烫头发？贴照片后，臭宝贝要打屁屁了。因为我的宝宝不管什么发型都美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拜托杀了我。我男朋友每次生气都不讲话，冷暴力真的很讨厌呢。真的，谁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去死吧！沟通真的很重要哎，像我跟我宝贝就说好，一定要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，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彼此在想什么。是哦，而且他说他舍不得我哭哭，所以每次吵架他绝对不会大声说话，也不会说气话。虽然有几次他真的很生气，他就会说他要冷静一下，就算他很生气，他口气还是很好，先帮我买晚餐，还有我最爱的猪猪奶茶。然后我也会给他一点空间，让他想清楚。像我们这样子彼此体谅很重要哎。
还有沟通也很重要。哦，你还记得在聊什么？十二月要不要去日本啊？我要看我宝贝的特修有没有安排，我要先问我宝贝。这个包包很可爱耶，我有找到代购，你们要一起吗？我要问我宝贝我适合哪一个颜色。哇，这个裙子好 Y2K 哦，超可爱的。哦，好像有点短耶，我要问我宝贝。你出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问你宝贝。哇，啾啾妹 po 了十张照片呢， IG 上线十张都用完了呢，修十张照片也是蛮勤劳的，每张都是跟男朋友呢，真是恩爱，看到朋友过得那么幸福，真替他开心，按赞，看个限动吧。我靠，怎么还有全新的照片？靠，加上了一些刚看过的，不知道该不该全跳过。算了，都看完吧。看来啾啾妹最近真的很开心呢，真棒。来看个 reels 废短片吧，我一点短片都在放生吧。Thank you.